手捧金蟾蜍过香炉，象征补财库，就连艺人白冰冰也抢着替自己增财运。而这尊金光闪闪的蟾蜍就是招财镇宝，信众抢着加持，就连诈骗集团都眼红。网页一打开不得了，耸动的标语马上吸引大批信众抢着下单，还跟上端午节风潮推出限量优惠组合。为了增加活动可信度，不乏业者花招百出，打出限时抢购，还有跑马及时更新买家动态，搞得像购物频道一样。那现在很多的信众呢也被骗了，就打电话来一直来询问，那也有来现场要买金蟾蜍买一送二的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头两个大。会受骗不是没有原因，诈骗集团丝毫不避讳，大咧咧的直接打出台湾桃园八德三清宫的名号，下单处主打端午送好礼1299元，还买一送二，加码线上独家套餐，买金蟾蜍就送小蟾蜍，买越多越划算，弄得一副跟真的一样。最后庙方透过脸书跟对方联系，才发现真的有此事，并强调此举已经触法，但他们没再怕，持续在网络上贩售假货。桃园八德三千公，这是我们的金蟾蜍，踩着金元宝绑上红线，最主要嘴里咬着钱币，这才是正版大蟾蜍，却被有心人士拿来仿冒，还大搞噱头，强调金蟾蜍大改版，淋上热水还会变色，镇宫之宝竟然成了他人诈财工具。宫庙看不下去，就怕被贴上敛财标签，赶紧出面澄清，提醒信众们要小心，免得求财不成反遭诈。记者刘树伟、许志成，桃园报道。